6 hours later. Later. 满的鱼，还有一道是吗？没了。你就从他的屁眼这里插进去，然后薄薄的一层就好，然后一直剪，一直剪，一直剪。这层这边都很好剪，难剪的地方就在。你不是上次拍过了吗？对的。难剪之后在这里，你要把它的下颌这里剪，所以要用大力一点的剪刀。嗯。下颌剪开。对，这里要剪开。剪开，然后剪开之后啊。啪叽。然后这个时候若边说过，这个一般就是安吉做的工作。对。为啥？因为他比较喜欢做这个。变态吧。